那这辣椒、甜姜都给你来一点啊，吃一下我们正宗的杭州味道吧，好吗？嗯，好的。好，先刷上秘制的甜面酱，然后再来一点点微辣，甜中带辣，就是正宗的杭州味道。葱包，我这个葱包会外皮有点微微脆，中间有一点微微软，内软外脆，就是最正宗的。这荷包就够了。